享受一个人的时间，享受一个人时间的主妇，利用最近流行的加湿妙招，节省出属于自己的时间，在咖啡馆喝下午茶，去美术馆逛逛，学习才艺，每位主妇都可以享受属于自己的时间。哎呀，属于自己的时间啊！女外人啊，都这么晚了，巴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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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嘿。那是什么？劳作哥做的，很不错吧？巴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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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喂，你在干什么啊？一个人的时间。一个人的时间。一个人去看看电影，一个人去吃饭，自己一个人享受自由的时间。这种表情可能是上大号哦。好好好，换尿布换尿布。好好好，吃点心吃点心。我看看呢，妈妈，布丁呢？啊，不是还剩下一个吗？啊，对了，昨天好像已经被我吃掉了。你说什么？啊，抱歉了，真拿你没办法。我去吃小饼干好了。啊，小饼干可能也没有了吧？我等一下会去买东西啦。啊，马上就帮你换干净的哦。哎。真是的，这样子叫我怎么安排一个人的时间呢？可是妈妈，就算真的有一个人的时间，你也没事可做吧？当然有啊。让我想想哦，比方说在视野很好的咖啡厅里面喝茶看书，在饭店美容沙龙替疲劳的皮肤做做 SPA， 去瑜伽教室学一些对便秘有帮助的姿势也很不错啊。什么嘛，做那些事带我们一起去不是也可以吗？你怎么还不懂，重点不是做什么事，重要的是自己一个人去做了。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两个很碍事了，你不需要我们了吗？我哪有这么说啊。别怕，哥哥只是在开玩笑而已了哦。既然来了，就先把一个礼拜的饭都买起来放，想办法省点时间好了。那小饼干和布丁也要多买一点呢。好啊，反正是迟早都要买的东西嘛。既然是你的点心，那回家的路上就要自己提哦。那就快买吧。从现在开始进行肉品限时特卖活动。太棒了，买肉买肉。我不行了，妈妈帮我拿一点呢。我有叫你少买一点哦，是你自己说没问题的耶。妈妈自己还不是买了很多，因为真的很便宜嘛。不过今天应该开车来才对耶。那今天的晚餐要吃什么？我想想哦。猪肉火锅，多吃一点哦。我要开动了。因为可以省下设计菜单的时间，火锅真是好东西耶。明天也吃锅好了，这么一来就不用再去买东西了。然后把小新跟小葵寄放在邻居太太家，就可以轻松安排出时间了。明天要去哪里比较好呢？哎呀，真是的，你上厕所怎么上那么久嘛？哎呀，因为一直上都上不完啊。妈妈，你今天一个人要去哪里呀？今天去哪里好呢？想去的地方太多，真伤脑筋啊。什么嘛，还没决定呢。因为你睡过头，把时间都弄乱了啦。
拜，小白，小白，小白。妈妈把钥匙交给你保管了，对吧？奇怪，明明说要挂在小白的项圈上呢。哎呀，人家快点进去换衣服，然后去隔壁大婶家，该怎么办呢？妈妈怎么会在家？已经回来了吗？妈妈，妈妈。现在几点了？怎么会这样？查查看要去哪里的时候就睡着了。这么晚出去我看也来不及了。糟糕的妈妈。哎呀，不过还好今天不用再去超市买东西了，晚餐要吃的东西已经想好了。居然继续睡觉。哦，今天也是火锅，是加了豆浆的豆浆锅哟。虽然好吃却很偷懒呢，妈妈。这不叫偷懒，是节省时间了。在家睡觉就没意义了吗？这样下去的话，明天也吃饱就睡，后天也吃饱就睡，难怪妈妈会变成大胖子。太没礼貌了吧！明天开始我就会认真做了啦。妈妈是想做就办得到的人哦。走吧，小葵，我们现在到隔壁大婶家去吧。你想跟妈妈一起去啊？可是不行哎，今天妈妈要享受一个人的时间哦。啊啊，牛奶，牛奶。厨房好帮手，新亮姐。啊，小葵，不可以乱按哦。哎呀，是重播哎，我正好没看到这部戏的第一集。结果今天晚上也是火锅。我试着做了泡菜火锅哟。妈妈一直都没享受一个人的时间，就一直给我们做火锅。才没有这回事呢，我明天一定会出门去逛逛啦。可是你说的一定实在太不可靠了。爸爸说的一定也一样经常靠不住啊。你说的一定还不是常常靠不住。好吧，那就这样吧。这个星期天我会带着小新还有小葵一起去动物园，你就去享受一个人的时间吧。真的吗？爸爸好大气啊。不过条件是明天晚上要吃火锅以外的东西哦。OK。 我们傍晚之前会回到家，路上要小心点哦。你自己也是啊。妈妈拜拜。好，今天一整天要过得有意义才行。先选个不要太远的地方好了，还有很长一段时间电影才要开始，时间还早，电都还没有开，该怎么办呢？这是在排什么队啊？十点开店，请各位再耐心等候一下哦。这是什么？真好运！结果就这样跟着人家排队了，所以。看完电影要去时髦咖啡厅看书的事呢？因为提太多东西就放弃了。真伤脑筋，妈妈，你好像根本不想要一个人的时间嘛。没有，才没有这回事呢，我下次一定要啊。又来了，下次一定要。应该说你还没有放弃一个人的时间这个念头吗？我当然没放弃啊。明天我又得把一个星期的份买好才行，小心你要帮我提哦。你该不会是又要每天煮火锅？再怎么样我也不会那么过分了。我想也是。接下来的一个礼拜我们都吃咖喱饭。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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